这可是叶家这些年来头等喜事，我叶文贤的胡辣女儿居然也有嫁出去的一天。爹，这样讲是什么意思吗？好像女儿很凶似的。还不凶，我看啊，也就靳磊治得住你。靳郎，爹和娘欺负我，你都不帮我。瞧瞧，还有一个多月才成亲，就已经找秦郎说爹娘不是了。哎，果然女大不中留啊。娘，文香只是性子直爽些，靳磊也是喜欢她这个。江湖儿女不拘小节，本不必如寻常闺秀般娇柔造作。靳郎，你真好。成了亲以后，赶紧生个大胖小子给爹抱抱。爹，你真是的，这种事情怎么好意思说出来呢？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成亲生子，天经地义。不然你又是怎么来的？你呀，成了亲，要听自己夫君的话。切莫再使性子。我什么都听靳郎的。小侄一定会好好照顾沉香，此生绝不负他。莲儿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老夫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脾气是冲了点，可终究不是男人。以后这自闲山庄的家业还得交到你的手上。小侄定然不负所托。好，好。师兄，仇恨，为了报仇，什么都做，进去欺骗女儿家的感情。叶文贤残杀师父、师娘，自然要他血债血偿。杀他一人不难，但如何消我心头之恨？我定要让他尝尽痛苦而死。师兄，若是泉下有知，也不会想看到你变成这样的人。说这些已经太迟了，我没有回头路。怎么会迟？只要你愿意。够了！这些事情你不用管，好好养病才是。过几天我再来看你。师兄，当初说过的话，可还记得吗？记得，到死都不会忘。进屋去，外面起风了。我又何尝想到如此？连你都……连你都厌恶于我，活着又有何用？
刚才为何会取出百胜刀？走了好久，还没见到那个呆瓜，到底跑哪里去了吗？小灵儿，别急，只要人在这山庄里，总会找到的。静劳，你疯了吗？竟然和那些人一起杀死娘，杀死小长丽叔他们！叶家人该杀！你真疯了，这都是你的家人啊！家人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的家人里没有姓叶的，仇人里倒是有姓叶。你说什么？姓贺的国丑，那国丑便是养育我18年的恩师。不，这不可能！贺家老朽11口，尽死于你爹掌下，只除了我师妹贺文君，那是有我陪着在外求援，方才逃过一劫。我跪在师父灵位前发誓，要让叶家也尝到家破人亡的滋味。已经很久了，你一定是错怪爹了。他脾气那么好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？可笑，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他便是在外面沾得满手血腥，回来也会做出一副疼爱女儿的模样。那锦郎与我恩爱几年，难道全是假的？你在我心中不过是个复仇的棋子，何来恩爱？你好狠的心！比不上你爹心狠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我师父虽有祖传的武功秘籍，却根本不算江湖中人，他不会武技，只修了些延年益寿的道法。我师母更是手无寸铁的妇人，你爹又何曾有怜悯之心？你，苍天有眼，明年此时便是你叶家满门忌日。进来，住手！你我之间有何仇怨，皆与小女无关。那就说，你这畜生，畜生！下得了手？若非如此，又怎能令你痛不欲生？叶家庄主铁石心肠，当初为了几句心腹便杀人不眨眼，举手灭贺家满门。如果随便杀几个人摆在庄主面前，庄主怕是看都懒得看一眼。不得已，只好委屈叶家老老少少。贺家，你是贺林什么人？贺先生乃是晋南义父，一生中最尊敬之人。好，
家有你这般出息的养子，今日老夫便杀了你这畜生，祭我妻女。夜里庄主，是我送你最后一程。叶夫人和叶长仙，莫要让他们黄泉路上陪你。说过一定会娶你，成亲以后，我们永远住在山上，不理凡尘俗事，养一群鸡鸭，生两个孩子，要一男一女，这样哥哥才可以保护妹妹。如今，我来迎娶你，文俊。靳大哥，当初我们说好只杀叶问贤那个老匹夫，他多行不义，活该有此下场。可你怎么能带了其他江湖恶徒，屠尽叶家满门？这根本不是我认识的靳大哥会做的事情。靳磊，叶家灭门那日，你不愿与我们说个清楚，今天总可以说了吧？滚开！别来烦我。我要筹备与文君成亲之事。成什么亲？他当初病得快死，怎不见你娶他？那时你在做什么？只忙着和叶家小姐的婚事。文君病了，你说清楚。靳大哥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贺姑娘身有重疾，你不是一直都知道吗？他已经过世了呀，还是你成亲前两日亲手葬下的。文君得了重病，死了。靳磊，我看你是疯了。你好好看看身后，写的什么？我怎么会扔下他一个人？文君，这就来陪你。文君不可能死，你们骗我，我杀了你们。